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纯铜哈，纯铜呢，它的导电导热良好，在电视器工业上是以铜为主的啦，电线、电开关、电扇、电铃、电话等都需要大量的铜。现在世界上每年有50% 的铜是用于电器工业啊。若不考虑价格的因素，哪一种元素的导电性比铜更佳？就银啦。银的导电性呢比铜还要好，所以呢，所以答案应该选多少？应该选 D 啊，应该选 D。